嗨哈喽，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和平精英啊！我们一群人来到了这个那个哪儿是吧？大河，打死他，打死他！有没有枪？有个人快跑！有个手枪我就整他。哎，我。哎，大西瓜死，弄死他。啊啊啊！打是挺过瘾，换子弹太烦了。豆包要走了。两个，凉了。快救我！大西瓜快来！你倒了、啊？打个哪儿呢？死了吗？他在围墙外面，趴里看。死一个。扔你。蛇吗？哇，好像都死了四个盒。有用？我没有。有用吗？哎呦，错。回消灭人，邀请移出地点。OK， 都死，全死了，蛇没用，对，又灭一对。走吧走吧，刷车了。我不喜欢这个大盘鸡。98K 98K 我给你88倍，你们谁要？我这里有物资，再给你一个子弹。98K 你要啊？嗯，给你子弹可以。啊 ，OK， 多谢多谢。我怎么老能听到脚步声呢？我想想，我不先打了。哎呀，去我倒了！快来快来！好好，灭他们灭他们！谁来救救我？大西瓜大西瓜救我一下！救救我！我这死了吗？小心点啊，小豆包，你倒了完了。好了，我凉了。救他一下，救他一下，救他，救一下，救一下，大西瓜。过不住了，我去，又来个车。OK。还有个车。没有死了，没有车死了。车死了，我去。不是，是刚才那个死了。不，我刚才听。啊。哇去的快救我快救我哎哎小豆包快来这救呢救呢救呢真激动呢快来快来快快快哎呀我都没来得及呀我去的十一个，哎。